花钱呢？你哪来的钱？不花钱。那怎么让人坑了九十呢？刚才捡起来就90块钱。那再捡呢？捡不起来了。我说这一大早上的呜嗷的，老不好的脾气老大了，要半天打游戏让人坑了90块钱，气的。90块钱对于他来讲是一笔巨款了，你得理解他。早晨我没吃饭，给我泡个粥呗。昨天晚上吃肯德基，我喝那雪顶咖啡，干失眠了，3点才醉的。睡没开呢。你先烧着。再给我打会单子。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咋醒的吗？自然醒，在我们家那不存在自然醒，俺们家楼上就打孩子了，给我打醒了。啊！不玩了。玩游戏没有素质。两口子一早的起来该干脏，偷偷摸摸给你们拍下来。离我远点！离我远点！啊、你要干什么？打你吗？起来！我就两把剪刀。起来！啊！来，使劲打，使劲打，我不嫌事儿大。拿上就、家庭暴力。你太大。哎呦我去！你再说一句，我告诉你，我姐是我的底线。我没有底线。没有。我没有。磕牙了。你自己牙自己割自己，别跟我说。你起来了。我上哪儿去？别让我抬头就看见你。那你低头呗，别抬头。凭什么呀？那你抬头看我干什么？那你躲了，我就看不着了。躲哪儿去？小外，小外，小外。爸，他们两个一早上在这屋金刚干仗。爸，都打我。谁打的呀？用啥了？他打游戏输了90块钱。欠完了咋的呢？然后说他就打我。欠那你不应该说他，直接打我是吧？直接打，打游戏输了那不打他干啥呀？游戏还是玩钱的。一早不睡觉。他打你了吗？谁呀、啊？他。打死他我。那不行。爸，你不直溜他。啊，你不直溜的？啥？他能打呀？不可能的事。咋了？是你没整。哼，我爸还是比较了解我他姑娘的。嗯。谁打谁不一定啊，是吧？嗯，你看看。别在那打小鸡杵着我啊！玩物丧志。就是外人气着了。这玩意儿赢钱呢，打游戏啊？没有，那怪掉装备了。我打的装备，你花钱买的装备，我没花钱，那没花钱，那掉了就掉了呗。那我捡了就90块钱呢，那我打的呢？九十啊，我卖了就90块钱呢。那你不没卖呢吗？你不没捡？气死我了！我你别生气了，我给你少90块钱。啊，我看啊，看啥？我看你卡里多少钱？卡里钱有的自然有多少钱？能没有钱吗？你卡呢？卡在他俩手上啊，密码呢？密码在我上吗？那我不要卡了，密码。他俩知道密码，这都是小事。你就意思一下，打一分也行，我就心里挺高兴了。转过去，我就打99块钱。转过去，看电话。你不看了，不敢看。你说我要点了，你说不点揍吗我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